是荆棘连天又删去，就算煎饼果子被冒绿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卖是浪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天下谁敢离，如今当街已无完人比，虽然下一周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梦想白马是荆棘连篇又散去，就算煎饼果子被冒绿，如果人生暂时不成意，那就随他去打套来世当出个传奇，尝尝出世纪决定天下谁敢比，如今当街已无完人敌，随他下雨就来不许散狂风，也怪一人是前路多崎岖也开心。嗯，我要的东西呢？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想做个好人。哼，杀好人就是鬼差见的快乐。我在极北大陆这么多年，真的感悟到很多，你从来不是真正的快乐。难道你就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快乐啊！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快乐水？江北快乐水，一水泯恩仇。现在购入还赠送小葵花灵气瓜子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哦！我要一瓶，我也要，我要五瓶。哎，先给我呀！先给我20瓶，每瓶我出3000两。哎呀，这躺着赚钱的滋味就是好。卖了这么多，参加拍卖会的资金应该是够了。主人，紧急任务发布，如果任务失败，将被冻结所有的资金。七七，你趁火打劫的进阶速度比我还快吧？任务要求在拍卖会上将快乐水卖到200万两。200万？现在拍卖会上抢钱不犯法了吗？这就是卖快乐水的店。吴心瑶？啊？快乐大师，晚辈吴心瑶慕名求见。怎么会是你？我可不是什么快乐大师，叫我气人大师还差不多。吴小姐，有事吗？既然是你卖的快乐水，我也不想多说了，直接开价吧。哎，不会是有人在跟本大师说话吧？你这快乐水什么价？来，请拿好，算你小子识相。哎呀，吴小姐不会因为这点意外就把我插出去吧？你，哼，算了，谁稀罕你的快乐水？江北，嗯，还真是你。之前极北大陆上，你出手抢夺各门各派的机缘，想必你也做好了被人找麻烦的准备。等等，我们怎么能打扰大师做生意呢？这不是吕兄吗？来来来，当初极北大陆的事情是我救人心切，莽撞了，下次还望吕兄替我去给他们赔个不是。江兄，好酒。哦不，好水。
你就这么原谅他之前干的那些好事儿？好事儿？还有什么好事儿？本圣子向来快意恩仇，江兄如此厚意，今日起你就是我好兄弟了。小意思，吕兄要是喜欢，这桌上的快乐水你都收下便是。哼，我们走。吕兄，之后我会在拍卖会上拍卖一组典藏版快乐水，到时候你可一定来看看哦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也跟你讲几句掏心窝的话。这次那个贺贵人也到了这个岛上，他们雾野门女弟子不知为何，只要看到我练剑就会贴上来，对我眉来眼去的，想必是小肚鸡肠，嫉妒他人修行之辈。江老弟，你可要小心了。啊，吕阳，你个呆子，抱着你的剑过一辈子去吧。失礼失礼，在下还有点事，就先告辞了。不过就是点机缘被夺的小事，如果江北兄愿意免费送几瓶快乐水给小妹，小妹才不会在意这些。嗯，江师兄，江师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已经是最后的货了。这快乐水其实热量极高，不太适合某些脂肪含量较高的人。江北，你给我记住啊。对对对，这便是罪女力挽之子江南江北，他们欲横渡无尽海域前往星陨大陆，而你们则不能让他们活着离开。遇到个雾野门圣女都唯唯诺诺的，这种废物我一只手就能捏爆他。厉害，别忘了，这可是宗主指定的试炼，强若等取了他性命后自然就一清二楚。哼哼，慎师弟，大家都是同门，此次试炼目标你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出便是。宗主，两位师兄都觉得这个江北是个草包，不如让我前去试试他的底细，如果真的只是个废物，也就不劳烦两位师兄在这儿浪费时间了。嗯，谢宗主。你故意挑拨动他想独占功劳的小心思，到底想干嘛？让慎师弟先去看看，也算是为我们探路了。你觉得慎不好，对付不了这个江北？谁知道呢？既然江北能来到此地，那你们是否想过，幽冥尊者和荒芜尊者已经都失败了呢？他们是否是被这江北所杀？江南江北，这既是他们的试炼，也是你们的试炼。你们到底能不能救出你母亲，就看你们自己了。交出龙脉！什么？嫁给谁？是那个只有二重养子的云飞雪？云飞雪！学会他，别说报仇，就算天下也都在你手中。